在前年的时候更改族名穆里诺跟等一兰。对，那谢谢各位委员特别的来关心来指导我们南和国小的原住民新校园运动的服务计划的呈现。那我们的访视的流程呢，来我先从我们的穿堂这边会有小提琴的演奏，演奏的部分是结合我们民族教育的课程，有小朋友们他们演奏我们来一乡的在地的青年所创作是大运的主题曲，还有传统歌谣。之后就是我们20分钟的新校园设置的导览的部分，就是故事墙。台湾族是太阳的子孙，传说太阳神在桃核内产下了2颗蛋。当这些太阳的光芒照射在桃核上的时候，就诞生了我们台湾族的祖先。这也代表着台湾族的阶级制度。挂钩纹和羽毛代表着宗长、贵族，雄鹰羽毛象征着勇士。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是维护山林生态最佳的守护者。一座一座发动啊，咖喱啊，热热在啊，巴热来啊，这这你爱呀，马就啊，马纳啊，马这里这里，马老板抓家给拿来。百步蛇代表着我们台湾族的守护神，也细心的守护部落里的族人，如同看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台湾族的纹手习俗代表着阶级和身份，是台湾族妇女的最高荣耀，在这里象征着部落里的族人和百步蛇共同守护着我们这一片得来不易的土地，以及子子孙孙所孕育出的珍贵生命。阿布鲁纳伊巴鲁纳玛萨勒玛玛尔纳玛萨兹玛斯阿玛嘎祖母祖母阿巴巴亚七巴七巴七多阿里玛七巴七巴七阿比达伊杜玛萨鲁阿玛三大。台湾族和大自然一起奋斗和挑战，在过去常常用来酿酒、盛水、放置食物，还有腌制，也常常用于祭以及结婚中的聘礼。在这里，桃瓮代表着部落里的资源、食物、丰饶土地、肥沃。啊，你阿婆煮龙的桃瓮，还煮了其他的哎呀一整。马萨鲁啊，马萨达。雅恩姐姐。这里要介绍的是琉璃壶，依据神话传说，分工阶级、天地人光等，每颗都富有不同的寓意。透过琉璃珠的故事，能体会到台湾族的文化史及自然共生法则，还有凄凉优美的动人故事。借着故事延续着部落传统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台湾族文化就像河里的鱼群，即使是大洪水或是干旱，仍然生生不息。乌拉那巴鲁埃卓杰卡德拉沙鲁尼普的达达马沙鲁。这里要介绍的是青铜刀。以前环境险恶，人要和大自然一起共生，上天就赐给我们的五夫青铜刀，用来保护和吓阻敌人，也代表着最高的权力象征。在过去的生活中，权力最高的宗长会去扶持每个需要的族人，捍卫土地上任何人事物，哪怕是一花一草。马纳阿班阿朱加伊阿亚西亚法鲁阿鲁阿斯白万马萨鲁我爱呀，那那那。
吃的什么啦？我们南河村是两个部落结合，左边是白鹿部落，白鹿部落是炭火的意思，有八世的迁移，代表生生不息，是个非常特别的部落。右边是我们高涧部落，高是高处的意思，从旧古罗迁到这里，虽然住在比较高的山，但当时的交通已经很发达了，是所有部落中最早使用牛车来运送部落的产业。南河村文化资产丰富，尤其是五年一次的祖灵祭为代表，这个就是祖灵祭的意象，到现在还有这项记忆。Dear Mena se jura rajo, pasabiri se pairus, pasanabiri se tagamimura, pairus noaya, iluis sa sabui, e tagamimura, makati a pariringa, pasatiatir。早期在南河村附近有非常多金母猪，因此南河就名祖鲁嘎拉祖，两个部落都会在中间的河洗澡，并且那个地方猎物甚多，经常有水鹿出没。以这孩子啊，巴纳伊乌斯阿丹。你好，傻子们，一座舞蹈温暖。以上是我们的介绍。哎，很好，很好。Oh!
的。哎呀！好了，你要下去了。你怎么在那边呢？你都没有顶着那个，使劲！团长加油！走，好了。有啊，有了，有了，有了！快点，馆长！加油，还有六个小时。操，你才刚好清醒。反向走。有了，有了，有了，有了！那第一章呢？我想要呈现的部分就是说我难和我骄傲。那，我所要介绍的部分呢，就是难和呢在骄傲的部分，就是他的西达吉兰加杜勒马格。那么计划亮点一的部分呢，它呈现的是在艺术与文化的方面。那我们就整合第一期的台湾族的三年智慧的意向，然后规划我们这是第二期我们刚刚所看的故事墙的部分。那计划亮点二的部分呢，就是说借由我们的传承跟创新呢，将我们台湾族的诞生跟守护的神话故事呢，变成我们南河部落千春的典故，然后呢完成我们阅读故事墙的部分。那计划亮点三的部分呢，要呈现的就是我们南方之星和气生财和南河国小呢，我们来翻转我们传统原住民的艺术美感，然后呈现我们独特整体的新校园风貌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我们的我们现在把它称作部落的集会所，就是由之前我们的白鹿社白鹿斯，我们就说白鹿斯呢它是炭火，然后呢达嘎米木拉高建设呢高地的地方呢结合成我们的九鹿嘎拉九，就是在我们的南河村。那么蜕变之路呢一的部分呢是转化部落故事的方面呢，就是由我们年轻的艺术家和宅饼好是我们来乡的子弟，与我们部落的宗长耆老还有我们的学校的师长们共同呢促膝长谈。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就一直在想要演变这样的故事墙，所以呢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转化成我们生命起源的蓝图。那蜕变之路二呢，就是呢原本是一个制式很单调的司令台哦，它之前是斑驳啊衰老啊，然后甚至它是空黑白空洞的司令台，那我们给它进行这个希望的改造工程，演变成刚刚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部落集会所的中心。那蜕变之路三呢，就是说我们在形成这个神话故事墙呢，我们运用大面积的空白的墙面哦，载入我们台湾族的神话故事，让孩子能够亲近土地、热爱乡土，也了解我们台湾族的诞生与守护。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部落集会所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今年度刚好也是我们南河部落五年一次的祖灵祭。那这个祖灵祭呢，我们有在我们的柱子上面用浮雕呈现，赤福球的勇士呢，他很庄严的以太阳为中心，然后呢，希望在这个以太阳为中心的集会所呈现我们人神盟约的生命舞台。那谢谢各位委员的参与。那我们神话故事墙的那个诞生的部分呢，也告诉我们的小朋友说，我们南河族人呢是我们太阳的子孙，那共同有我们的雄鹰 Garis。还有百步蛇 Wurung 以及我们才德的妇女，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说有这个文手的部分呢，来共同守护马泽赞伊兰以及我们以及族人的诞生与成长。那在守护的方面呢，希望说用我们台湾其中的三宝，当然我们台湾族不是只有这三宝，那我们以这三宝来共同守护我们的部落，就是以吉隆还有阿达还有 Dagit 青铜刀。那这跟我们文化课程结合的部分呢，就是当我们这个故事想要完成的时候呢，我们景灾饼呢利用一小时的课程呢跟小朋友们来讲解来解说，来演变成今天小朋友们可以借由他们用族语以及中文做导览的部分。那接下来在学校配合的部分呢，我们配合教育部的教育优先区的计划，我们有传统歌谣的传唱，还有就是我们有编织，之前还有一个是雕刻，那我们也纪念我们的胡丁雄老师哈，所以我们南河国小这些民族之间教师所有的雕刻的部分，也是借我们在地就是学校对面一个胡老师他的指导，所以小朋友们也都擅长于雕刻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就是十字绣，所以这是配合课程的部分来做呈现，让小朋友们也认识。那我们有一个南河部落的特色，就是说我们在每年的夏季跟春冬季的时候呢，部落青年他们自发性的，他们捐出他们的所得，然后呢举办部落的智慧营，
例如像在今年的冬天的时候呢，有洪勇他们举办的就是上午的部分呢，就是教小朋友们传统歌谣勇士舞，还有就是做我们的传统美食起那舞，那个还有对，还有收六花，谢谢村长。那也特别感谢哦，就是借由这个寒假的活动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委员带领之下，我们去老七家去踏查哦，也带领我们的小朋友们，让小朋友们除了在学习当中之外呢，也可以利用假日的时间、课余的时间来练习，然后也让小朋友们，也让师长们真正知道说，教育就是生活化。那我的困境就是，我们把当初的梦做得真的是很大，因为当初经费的部分的不足哦，原本只能规划四林台的部分，但是我们认为学校不足的或者是斑驳的、空洞的、黑白的、衰老的部分太多，以至于我们就将我们四林台部分延展到我们的五面的故事墙，跟我们阶梯那边也有分春夏秋冬碎石记忆的部分，那一并呈现给各位委员。所以呢，我们除了是浮雕的方式是在我们刺球勇士的浮雕方面，其他都是用特殊的材料呢，来一壁画的方式将文化步道逐步完成。那我特别感谢我们的艺术家翟炳呢，他特别花费心思后，将他这个独一无二的作品能够呈现在他的故乡，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我们的展望就是说，未来我们这故事墙呢完成了之后呢，在故事墙前面呢搭建石板艺术看台，这样子我们部落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部落的族人呢就不用怕风吹日晒，那借由呢部落在地的石板建材以及部落的艺术家做雕刻的栋梁之外呢，也能够也在看台上呢能够阅读故事墙。第二个就是说，希望我们小朋友们演唱的传统歌谣，这些呢也可以出版做专辑 CD。 那第三个是希望我们今年也跟教育部申请整修这个老旧厕所的部分呢，能够融入我们原住民艺术的题材跟元素，让小朋友们更觉得在学校除了学校呢感觉到很温馨，也都是感觉是艺术的殿堂。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展望是特别感谢有我们的潘县长，他是我们部落大学的校长，我们即将在暑假的时候呢，跟我们部落大学一起为我们南河村的巷弄命名，包含我们的外环道。所以呢，这样的活动呢，在学习当中没有办法学习，那我们借由透过部落大学现场的带领之下呢，让小朋友们共同参与。那我们希望说，在我们故事墙前面也可以设置导览解说牌。那我们借由学校哈，南河国小的。有一个优势就是校地特别大，我们也希望能够开垦南新之河农场，我们可能来做小米田，然后我们希望说有小米田之后呢，我们学生宿舍那边也可以做我们的家政教室，教小朋友们制作小米吉拉舞或者是一些的传统美食的体验。那你们在行程共识会议，你们的一个部落的参与或者是学生的参与，这个机制上是怎么一个形成？就是说，为什么是画那一张图？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机制？还是一个艺术家自己的一个想象？这个部分我想要进一步了解。起初一开始的话，是学校是希望我是自己去想象，但我觉得还是要符合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也是有去了解这边的部落文化，然后去问一些耆老之类的。主要的话是在于司令台，那司令台是关于这个部落的故事，因为这边是南河村，那南河村是有两个部落对合并在一起的这样，对。然后左右的话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些，就是它的神话故事跟一些属于我们排湾族有特色的一些东西这样。在这个新校园计划比较，就是在很多次这评鉴之前的一些相关会议，当初甚至在推动前的咨询会议都一直强调，如果能够不要用彩绘的，进一方面就是考量到它的不耐久性，因为校园哈，尤其是在户外，如果是用彩绘。或许两三年之后，当它斑驳，就会觉得反而那个地方是会比较，处理起来比较辛苦。当初是怎么样的考量？为什么是用特别用彩绘？那它是画在上面，一般
通常两三年是可以，墙壁的话，对。那比方说这阶梯的部分，因为它可能会经过踩踏，那它保存可能就会比较短，基本是两三年以上。对。刚刚透过解说，我觉得都蛮精彩。可是就是这些精彩的内容，我相信还有更深层的这些部分，如果透过现代的一些器材去更加了解，或许你这个部分未来可以去努力。最后一个，刚刚你也有提到下一个阶段的想象啊，下一个阶段的想象，南可有机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大会师。下一步，刚刚你有提到那个石板屋这些东西哈，我觉得这个脉络性、发展性哈，可能要论述的更加的清晰啊。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宅炳还有跟我们部落的头目还有我们很多的家长们一起来讨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学校它呈现是用彩绘的方式呢，比较不符我们教育部这次原住民新校园风貌的规定，但是我们还是有加上立体浮雕的方面，例如是我们两边的故事墙有立体的太阳哦，它是呈现半个太阳，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司仪台中间也是有一个立体的太阳之外呢，柱子上面也都有我们很庄严的赤福球的勇士的立体的浮雕的方面。但是在我们南河部落，因为我们是比较属于东晒，早上的时候呢太阳就非常的大，其实不管是其他的浮雕还是其他的艺术品的话呢，它可能是除了铁雕之外比较不会变形之外，但是它还是会褪色，所以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扰。那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才将我们的故事墙呢，跟部落的耆老他们的愿望、跟家长的期待，还有跟孩子比较贴近孩子的想法呢，所以我们才制作了这样的那个故事墙。刚刚就是因为课程的部分，如果说要产出的话呢，它势必要有课程来产出。那委员刚刚跟委员说过哈，我们的课程是教英语创新计划的部分，可能未来的时候呢，会朝能够将我们的课程也融入多一点的民族元素。那我们的艺术与人文的课程的部分呢，确实也有制作明信片，也有制作明信片。今年我们会结合我们的那个社区的耆老，比如说像是我们村长，他对我们这里的文化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会结合我们这里在地的文化做一本家乡绘本。这是我们预定在108学年度的时候要去执行的一个任务，这样。有机会参与那个基优学校大会师的时候呢，能够呈现给委员看这样子。我们当初有想到这个 QR code 的部分哈，当然也是我们失落的地方。那毕竟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使用到手机，所以除了是 QR code 的部分之外呢，我们还会再加告示牌。这样子能够也让所有的来宾啊、学生啊，真的能够感受到说这个故事墙它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那谢谢委员的提供，谢谢，我们会作为下一次的改进，谢谢。一进来，学生和老师对这个工作都是有参与感，非常有参与感。这个就是这个学校呢非常团结哈，非常团结。做一件事情。就是跟学生一起把这个作品完成，再来呢，跟这个部落的人呢，也共同一起的完成这个作品哈。那我这样子所看到这个你们所呈现的，我感觉这个艺术家哈所画的，我感觉他对这个文化还有南河部落的一些文化非常的很懂得很透彻哈，他在这个文化里面呢，在他的画里面就能够呈现出来哈，非常棒。为什么要有加分，就是我们的香港，我们的村长，我们的部落的村民都参与这个工作，表示说这个工作是学校和部落一起完成的一个工作。我们想要的新校园运动就想要的就是这个精神。确实很特别，谢谢我们的乡长还有我们的村长，非常非常关心学校的教育，所以我们来一乡各个学校的教育呢才会特别的进步。那每一个学校也都有不同的特色。
透过部落跟学校的合作，做一个文史的这个采集，融入到这个计划里头，我觉得非常棒啊。那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呢，已经融入到教学里头啊，这是非常不容易。台湾族以前在刺青，基本上都是冬天会比较多，因为那时候比较不会，流汗，对，不会流汗，对，比较不会感染，对，所以我就把很多的我们台湾族纹身的图腾也是放在黑色的地方这样。对，那主要这是小朋友介绍到的。这个祖拉拉族这个部落是两个部落啊，不同的一个部落，然后结合成一个部落，然后可以把它这个显现的用这个图画显现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啊。所以这个我们画图的这位帅哥哈，真的不得了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哈，这么大气的啊，这样的表现啊，他的一个学习啊，非常棒啊。透过小朋友啊解说内容的这种教学的呈现呢，他非常清楚知道，我们南河村他的这个名称跟他的族群的这个组成，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呢，在我们整个计划里头非常完整的呈现啊。那也借由校长莫里诺的一个精美的简报呢，非常有系统性、有组织性的把它呈现出来啊。这是我今天所看到整个准备的内容，想必是准备非常久的时间啊，感谢你们啊。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司令台是整个画作的一个主体哦。那在那个司令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前面的这个第一个图案两只手然后金母猪从这个结果到开花到结果这样的一个过程，到后头的整个我们台湾族非常悠远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呈现我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中空的那个部分怎么办？那是窗户的吗？窗户啊，对啊，是，我觉得那个好可惜啊，真的，因为在整个弧形办公室会发热，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弥补？因为就好像那个不完美。其实有时候我从很远的地方看的时候，感觉那个是眼睛，可能每一个人看的是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洞在那里啊，那个是刚好就是司令台的部分的地方，这个也是需要我们集思广益的地方。这个我会放在我建议里头。延续到这个我的想法我建议啊，首先在工程师做的整个过程，如果我们制作单位啊，他能够做一个缩时摄影啊，你们在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的整个这个工序，透过缩时摄影的呈现，你可以看到那个很变化，很精彩。那个现在技术不难啊，那我们可以未来啦，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一定会努力。对。除了这个部分呢，刚刚两位委员提到了，就是平面的怎么把它立体化？这未来如果说还有机会啊，我们也一定朝这个方向走当然了，我绝对哈非常佩服我们那个翟炳的这个画工哈，经过这么充实的田野调查我们这么珍贵的这些资料能够数位化去充实我们就像校长讲的，我们的这个本土教学的这些文化的教材那未来也是一个转化教学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南河国小独有的，这别的地方找不到所以呢资料的整理然后怎么去呼应到两位委员所提到的数位化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借由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整理之后呢，可以去做学校的一些行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数位
这个生活非常便利啊，也可以让外面的人去学习啊，我们这么辛苦采集的这些东西啊。好，再来我也期待就是说，未来我们还可以持续第二阶段的这个提案哦，能够朝向比较具有实用性的哦，比较具有安全性的哦，还有当然。要有创新。真的是谢谢三位委员，其实在这次我们呈现这个故事墙，我们的村长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提供了我们白鹿，就是我们南河部落白鹿社区他的那炭火那本书啊，荣耀祖文，就是手文文手的部分，所以我们的部落的资源真的是很丰富，也是我们学校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学习的平台。特别谢谢委员，那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未来规划的地方呢，我们整个团队还会再跟我们的部落的首长，还有我们地方的士绅以及我们的乡长来共同规划，破坏我们南河国小最美好的蓝图，这样子也让我们南河国小呢能够更上一层楼。谢谢各位委员的指导跟你们的爱护，谢谢你们。我们穆利诺校长啊，这样的努力啊，在你这个学校也看到了这个计划的一个执行啊，非常非常的用心。那当然当中还有许多必须要修正的地方。那今天真的更高兴啊，我们的委员能够来到这边也指点了好几个。那我个人看到了，也听到了他们的这一个指点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我更希望我们校长。就朝着我们刚刚委员所提出的一些做一个改进那也更希望我们的委员也能够再继续的指导，然后让我们南河国小有第二阶段的一个实施，让我们这个南河村还有南河国小这个地方有更好的表现在这边再一次的谢谢大家，马沙鲁，谢谢。在整个简报上比较看不到你那些资料，就是说你跟部落开会或者是形成共识，我觉得这跟大部分都是作品形成的过程。其实新校园计划那种部落连结的概念，或者是你把那个过程把它再放进去，我相信你的说服力会更强。因为为什么？虽然计划说不要尽量不要绘画，没有完全禁止的，尽量不要绘画，为什么你们还是用绘画？你们有你们很强的理由去说服，不然。如果委员不太清楚这一个阶段他直接说这个跟计划的那个操作手法有一点点落差，你要去颠覆这样的一个概念。谢谢委员的建议，我们一定会慎重的开会来讨论，甚至我们再继续请教我们的乡长、村长，还有地方士绅，还有我们的中长，也让孩子知道说我们非常重视这样的文化，也是未来的趋势，希望由我立足在我们这个南河国小能够更迈向国际，这样子。谢谢马萨鲁。